这个环境就是我梦想当中的家的样子。出去玩就会玩玩具的，有些人会特别注重于某个 IP， 我其实相对来说比较散，其实很多都是一些童年回忆，好比说宝可梦、数码宝贝的某一些巴斯光年，你说狐狸那个 There's a snake in my boat 啊，那是 Potato Head， 对 Space Jam， 这是老版的，不是詹姆斯那版的，这是铁胆火车侠的基地，我也收铁胆火车侠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以后经常玩。这个可以有 Wallace and Gromit， 哎，这个真的很厉害的。我小时候可太爱看这个了，他就特别爱吃芝士，我爱吃 cheese， 爱吃奶酪，一大部分的原因跟他有关。不，你要比起辛普森一家，我可能跟我去收包子这个。哎，这个真的巨好笑，这个可以，这个拿一个。这是一个60年代的叫拉什顿的一个胶皮脸的一个大猴，然后这个小怪物也是1986年的一个。他其实是一个富裕娃娃嘛，对，就是在美国他50年代的一个经典的富裕形象，然后后来玩具总员就给他弄成这个坏人了。我前两天刚收了一个啥你知道吗？你看过小神龙俱乐部吗？对对，就是那个小神龙。你知道我玩那种奥特曼玩的特别牛的那种，你刚才一聊就感觉他们就是在奥特曼上班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所有周边都懂，我倒是没有那么精了。老板刚刚送了我一个这个喷火龙，我回去以后我就今天所收获的我就一个一个讲解就对了，期待你的这个开箱，拜拜。